这么少都吃不饱。嘿，干啥？你吃啦。晕死了！我们走了，走了。给恁哎，他设计的啊！请翻开《马太福音》第五章第三十九节，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：当别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就打左脸。小朋友，回去多读圣经。嗯。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来，请说。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信主得永生。阿门。嗯。信主得永生。信主得永生。信主得永生，信主得永生，对，信主得永生。阿弥陀佛，阿门。好了啦，哇，扁了。自古以来，大吃小，强欺弱，好像是不变的真理。只要小的肯拼，团结，哼，大的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四个给我小心一点，走走。小心，我们当然小心，我们小心的偷鸡。快点，你这怎么叫大快点？追他！我们小心的摸鱼。别动，别动！让一让啊！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快点！
己坐定，重复到耶稣的跟前来。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到第八小节。他从哪里来的？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。平时叫你们读，不读抓你们，抓！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。